哎呦哈！这是山驴，这是是吧？这是哪儿的？新疆的还是哪儿的？内蒙的。我去！耳朵牵住它就不跑了。四个牙。这是从内蒙过来的野驴啊，四个蹄子全部是从脚腕的那个位置开始就翻上来了啊，七扭八歪的。我们来看看，四个牙的驴。四个牙就是五岁啊，五岁的驴带了一头小毛驴，看后蹄啊，先看两后蹄，看看同样都是从脚跟的位置，然后这样一铲就容易出血，但是不铲又不行。这是俩前蹄，看一看。你不要瞎说，也算这算。哎，瞎说，我跟他说吵成说的，他一面子说的。不是他瞎说，我跟他说真的没。三只钱，就我外婆不跟他瞎叨叨，叨叨没用，知道吗？小宝，你不是我小肠，小肠，我小肠。先拧上鼻子，这驴太野了，这驴，这头驴卖了啊，带着个小驴，他们正在谈价格。从根儿里就卷了。那是嘛事儿吗？来，就算这张，算了。这儿的奶出血呗？你听我的说。啊，他从那根儿里卷的。开着火了，你看。嗯。好了，完了。放正了，一会儿放定。有油汤我也不要了，有什么说？这照顾了，这照顾。啊，不能说。知道。我也打开了。走过来怎么看？要你去的。嗯。不老，看嘴头那么困的，对吧？嘴头没成那样，还要当面。快的呀，他那样掉的牛花花，比你那掉的快，比你快的呀。不是，怎么是这样？哪一块是牛鸭子吧？对。成杆儿了。这里头是多少个？没有几。不是，就都看电视上才带。哎，对。这个凑够这数了吧？嗯。夹心的。看看这是切下来的这个啊，乱七八糟的，看看。拿下来就算了。头一呀，卷成这个样子。整个都歪了。嗯。对。我没跟你瞎说啊，有苦都聊啊。你还闹腾，再闹腾就没法说了啊。我说这个你还不沾，不沾你成不了了。你听我跟你说，我说给你找点便宜，你别闹腾了，你还闹腾呢，再到你捞了。哎呀，这个沾了。滚！你27块，行了，咱差鸡巴个3-20呗，给你知道没？人家差不多，差不多要，你这边差不多，算账。行，一对半对给他了，二十七啊。师傅在磨磨刀啊，磨磨刀接着铲。哎呦，他们谈好价格了，正在逮驴。四个驴蹄全是裹成这个样子的啊，真的是有苦都说不出来，太难受了。哟！
哟，进来进来，快给打！不是，没让退的就没意思。转！哎呀，这老婆估计不想去了，一点动都没有。哟！这把小人一把抓住。小人我没有办法，现在我打。修个差不多啊，看看。嘿，看孩子去找妈妈了，立马就跟上去了。很多人都在说师傅修的这个驴蹄子修的这个不好了那不好了，哎呀不好就不好了啊，朋友们，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市场上，这些都是驴贩子的驴，他需要卖的，有时候就要求不要修多了啊。这是一坨养殖户家里的驴拐了，开始蹄子脚尖找地儿，应该是坏了啊，我今天给他修一修。刘总了，你看这看出来、看了吧，是、你看嗯，那是那他不坏了，漏了，溜顺儿了，溜顺儿了，这坏了了，手电子都嘎是吧？你过来，过来，哟，买水分在哪去？嗯，坏了了都长得长是吧？对，手电子长快，嗯，脚心儿烂了。对，得整整，背着背，得背着背。嗯，以下毛病你开治，对，你越带越厉害。看里头露着那红肉，哎呀，一个大窟窿，你看是吧？是红的。嗯，弄。这窟窿是啊？嗯，不是。红的不是，不是脚心烂了。脚心烂。脚心烂了。是吧？你这手里的那个黄跟扎针的，扎针不顶事儿，不顶，这不顶，这不顶。哎呀，这怎么不起泡泡啊？哦，起的给不？你看这磨的花花，给不起泡。这一冲。药太少，对。不会，我九点半，九点半应该都到了，9:30左右。先回这家红的糊了嘛？哎呀，你看漏里边那红肉。哎呀，那这放一块吧，不行。不能放了。嗯？不能放了的呀。这不能放了，为什么呀？还得抹油了。哎。师傅的小银勺子。小银勺子。是不是对这个挺聪明？还是啊，弄找这个小勺、哎？没那个，啊，一块钱。你说是祖传的时候，你说是银的。行了，这是，这就过了，这就过了。嗯，这就过了。看着吧，都我。哦，倒了半个月了，这儿，半个月还瘦了30斤，给不起泡。
修好了，漏体儿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对，我抛了。哦，这没个门的，抛老的一下，你随随便便钓个鲤鱼，你可不值，是吧？